健身的顶级天赋是什么？能吃能睡能长肉、？No， 健身的顶级天赋是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哥们儿，我就是因为钱爱分那句，对你没感觉了啊、哦！还是开始健身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曾经也是垂爱战士，爱到为一个人织围巾，爱到连夜打工给他买礼物，爱到无限包容、无限理解。后来我哥们儿给我发了一张在他生日当天有个男的给他在酒店摆花道以及他俩合照的一个朋友圈，我直接崩溃。那会儿我记得。他说他喜欢有肌肉的男生，所以我就想着那会儿我一定要让你后悔，我拼命开始健身。但是那会儿我纯瞎练，进步非常慢，几乎练半年没什么变化。后来到了大二，我开始系统学习健身，我开始给自己做健身计划，训练计划严格明确，饮食严格控制。这个时候我的变化越来越快，进步非常快。规律作息，严格饮食，时间一长，人们身材越来越好了，同样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我变得自信开朗起来了。从新生小白到现在，系统训练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你也喜欢健身，想练出好身材，想通过健身改变自己，甚至从事以后相关职业，我推荐大家去赛普健身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体验。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赛普。1-3个月任选课程，没经验也能快速入门，课程非常全面，涵盖了增肌、运动营养学、功能性训练、肌肉解剖、普拉提等系统课程，还能考证做健身教练，提供完善的就业服务。就即使你不喜欢做健身教练，你也可以考回来让身边朋友看看你有多厉害。听说现在报名最高能免减4000，报名链接要放评论区了啊！有想法的同学可以点评论区链接了解一下。有哥们肯定好奇，我这前女友到底后面会有后面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他找我借钱了，你们缺钱呢？行了，你。